原标题，他13岁成慰安妇，逃跑时带走一瓶东西，却在70年后成为了证据。他13岁成慰安妇，逃跑时带走一瓶东西，却在70年后成为了证据。对于慰安妇这个名词，我们一直是持有一种怜悯的态度。在那个年代，很多妇女都没能逃过这种悲惨的命运。雷桂英在9岁的时候就受到了日本人的欺辱，13岁的时候被日本人骗到慰安所去当慰安妇。那时候她常因为难忍疼痛而反抗，残暴的日军就会直接对他们进行毒打，甚至还把刺刀扎进他们的大腿。这样的行为导致好多人落下了终身残疾，甚至肌肉萎缩。1943年，雷桂英借着上厕所的空隙逃脱，还带出了一瓶那个时候慰安所发放给慰安妇用来消毒下体的粉末。在2006年，雷桂英去世的前一年，他曾公开指证日军的残暴行为，而当年雷桂英带出的这瓶高锰酸钾，则在70年之后成为了证实日军当年罪行的有力物证。他13岁成慰安妇，逃跑时带走一瓶东西，却在70年后成为了证据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